破啊历史最好记录的一个啊喜悦的欢快的时光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，谢谢大家对钓鱼岛不离不弃的支持。四强虽然离冠军还有小小的两场战斗，但是其实走到这儿已经是我们的一次突破了。这是鱼岛引入张梦潇以来的第二个月的成绩。张梦潇在加盟钓鱼岛的时候曾立下誓言，三个月之内如果不突破他八强，不需要别人撵他，他自己是绝对不会有脸待在钓鱼岛的。也恭喜张梦潇啊，这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钓鱼岛进四强了，特别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钓鱼岛粉丝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不敢想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梦幻里了，我们的队友也很努力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谢谢胖总啊，谢谢胖总啊，付出你就赢了，你冠军等我，我爱你，爱你。好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成绩啊，一旦突破了以后，跟你说就跟打出了滑似的，停都停不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年的运气真的回来了，以前我们的这个对战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，基本真是刷完紫禁、乌苏、蝴蝶啊，还有两个服务器没有打完是吧？啊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为了感谢大家支持，我准备开一个10000元的么么哒抽奖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刷出。